来看看杨家的有劲瞬间。小月家中的钻石已经无法满足我了，最近我又发现了小月的矿洞，她在自家的边上安置了铁轨，这个铁轨直通小月的矿洞，而我准备再去矿洞的铁轨上做一些手脚，先横向撸一个空间，然后在铁轨的下方撒上红石粉，并且向前延伸一个，插上一个红石火把，接下来撸掉这个方块，再放上两个粘性活塞，我们需要在后方安装两个红石中继器，并且用红石粉连接，最后呢，我们需要在铁轨的下方设置上岩浆陷阱。现在还原一下作案现场，千万不能露出任何破绽，不然受伤的就是我了。咦，想想我都害怕。哎，快看，小月来了。我们现在赶快去小月的矿洞。哎呀，好啊你，居然打我矿洞的主意。嘿嘿，拜拜，小月，我先下去拿钻石喽。啥呀？你要用双腿跑过我的矿车吗？小月 ，good luck。这个矿洞的钻石是我的喽，呀呀，五万，五万。哇！傻阿阳，让你也尝尝岩浆里洗澡的滋味。